你大概知道当时呢是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对不对？哇，那么我们能够成长，这代表着什么？不管经济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双赢事业绝对能够让我们成功的。他们在98年，这叫海外移民了。对我来讲呢，我非常的怀念。其实我去年在98年海外移民的时候呢，我是很希望想双鹤公司呢，2、3年后再带我到日本去。可是，一等就等11年，结果我明年要去了。谢谢林先生，在双鹤公司。那么，在这个海外移民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当时呢，飞机降落日本之后呢，我们第一站，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相片里面刚才看的哈，浅草寺，对不对？那个就是观音庙啊。那么当时呢，一时兴起啊，我也像林先生这样哈，在马来西亚就求签，对不对？那么他当时来一个比较困难，求了一支比较不好的签。那么我就相反了，我当时求签的时候，我大概是这样问吧：我在双鹤事业的未来是怎么样？我求了，就求了一次大几千。你看看这支钱哦，我保留到现在，它对我有非常重的意义，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在看这个日本海外旅游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哦，我每天在想，哇，这个事业非常的好，它也起了一定的肯定跟鼓励性嘛。虽然我不是说要做双鹤要求签，不是啊，不需要啊，啊、哦，不过只是当时的一次惊喜，那么求了一次这样的签。那么这支签呢，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么这支签是这样讲的：有路信家业，文华大迷都，云中趁好见，兼得贵人福。他的意思啊，我简短的解释，就是有路信家业，就是这个事业能够让你有钱，信家旺业，好不好？他能够让我们，更让我们呢，发展我们的才华，让我们文明，对不对？我想今天上了二专，有小点名气，我们有台湾人认识我嘛，对不对？啊、哦，九号也有人认识我嘛，就是说他能够发展，让我们发展我们潜能。云中趁好见，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是个大事业，是个好事业。那么在这个事业的过程里面呢，还有贵人在扶持着我们。那我们在想，这个签呢、啊，是不是很贴心的在进我们的双鹤事业呢？我想在座的观众里面体会得到，哦，他简直是在进行这双鹤事业，所以我保留到今天11年的签还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么明年去签草时，记得续签。好、哦，那么这一支签呢，给我的体会感就是。双鹤的确是能够让我们哈、哦、赚钱，让我们拥有自己的事业，让我们发展我们才华的一个事业。那么况且这个事业真的是很贵的，在帮助我们嘛，对不对？所以啊，我劝你们呐、啊，一定要把双鹤事业做得好好，好不好？这三年来，双鹤呢，其实我非常感恩双鹤，因为双鹤给我一个什么呢？一个大事业，他给我的是一个事业。那么今天的我跟我太太呢，当时啊，其实我们看起来做事业的时候，曾经是经过一段啊相当辛苦的时候啊。那么可是因为有双鹤事业，因为有双鹤事业，我们的人生完全改变。今天的我们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财富能够自主，时间能够自主，我们身心也很快乐，我们人也很健康。其实我真的要非常的感恩双鹤事业，谢谢你双鹤。在双鹤这个事业里面呢，为什么这样容易使我们成功，让我们成功？其实，在双鹤事业里面，不难找到的是什么呢？处处都是贵人。在《签》里面讲嘛，贵人福嘛，处处都是贵人。那么有几位贵人呢？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刻。
他对我的现在的所有的成就呢，他们的付出呢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图片里面看到的我最亲爱的二段，你在哪里？爱。我感恩他当年呢有点是英雄，有点是英雄。当时的我踢他的 OBB 的时候，是应该是一身短裤吧。我记得金砖讲踢他 OBB 的时候，我是睡着听他讲。金砖来到我家，我竟然睡着听他讲。我想当时金砖的想法应该是不用看了，对。好，那么我的上线呢，既然有点是英雄，把我带出来，跟我太太带出来，一路一路的教导培养我们。他呢，给我们无数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不断不断的成长，我们才有今天。感恩你上面。那么有第二位呢，就是我非常怀念的这一位先生，还记得他吗？有些人认识他哈，就是已故的陈鹏才先生。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都可以了。你问他，他讲没有木板台。放个木板台，哦，那么这个陈先生呢，他当年呢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一个信心，说这个事业你绝对能够成功。他其实是我的楷模，当时他只会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怕，让我马上判断是什么。他讲阿威，他叫阿威，两年入面你无相信谁，你再相啊。意思是说，阿威这两年里面你不上钻石。你不用上，我讲什么事啊？他讲，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不上钻石，就不用上。我当时也有点怕，我也有点开心，讲他也大概也知道哈，我内心里面想什么。他这一句话之后，我不久之后我就上了钻石。好，他是我们永远都怀念的。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句话：努力有在就好。好，谢谢你。接下来这位我的上线金砖，那么当时我来创个事业，我也不认识我的金砖是什么人。那么他来了几次之后，接着呢海外旅游有好多好多次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温和的一个。那么他给我的鼓励呢，他每次给我的鼓励就是勉励我们，鼓励我们一定要把双份事业做好来。他给我们很多的肯定，说双份事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业，这个是他给我们的肯定。那么呢，他每次跟我们讲一句话，永远把自己放在其中。这个是我时常提醒我自己，在做双份事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其中，那么我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学习。那么在此呢，我要很郑重的感谢谢先生、谢太太。不用介绍了吧？他在讲我们的金砖林先生。我想他在马来西亚，今天呢，他到来马来西亚，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双份事业打了一支很强的强心针，把整个事业火起来。那么他的教导，让我们呢以产品的应用更加的深入，产品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对我的事业的成长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效。而且呢，它给我们呢更明确、更简单的方向，让我有很多下线呢也很容易的追随这样的目标而达到成功。其实这位人士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台湾来这边呢七年了，不容易啊。所以是很惭愧，人家问我，你们做双份难吗？不难。我讲，怎么会难过林先生呢？和吴先生他们当年在开双份事业的时候呢？所以我经常不敢分享我做双份事业是多么的难，其实一点都不难。谢谢你们。还有一位，应该是我们双份的 superstar 吧。是我身边的那个，不是我，我身边的那个吴先生、吴太太，
其实我很想有一天哦，我有像他这样的那种演讲的魅力哦，一讲就好多人就有那种震撼哦。其实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东西。那么有一天我去新加坡海外的，可能在座的一个朋友在这边吧，他讲，魏先生，你越来越像古先生。我在想哪一面哦，除了镜子，我看应该是头发吧，有点太白。他是我一个非常，是我的偶像。当年我看到剃头一年之后，我就非常的喜欢穿和谐。谢谢你，古先生。做双的事业，有这样多的贵人在协助我，怎么可以不成功呢？哦，谢谢你们，我这些所有的贵人。那么在双的事业里面呢，有贵人帮助，当然也要靠自己了，对不对？这十三年里面呢，我们学习的非常的多。那么我在双的事业十三年里面呢，我有一个体验啊，那个体验就是说，双的事业跟很多传统事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有几个很特殊的特点，可能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特点，不过我要特别的拿出来跟大家再谈一次，这个是双的事业的成功人士，这个是我的体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双的事业？第一个，肯定成功，一定赚钱。在双方事业呢，成功是可以被复制的。我体验到这一点。当年我的上线，他把他成功的经验复制给我。今天呢，我也有成功的这个资质。那么我也将我所学到的东西呢，复制给我的下线也有成功的资质。那么在双方事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产品好，对不对？我们好计划，对不对？市场计划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事业，一个好的市场计划，这个事业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赚钱？肯定赚钱嘛，对不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发觉到一点，我们的文化。在双方事业里面，我们所赚的钱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用很诚实、很正直的心态跟行动来达到的。如果一个事业是以正确的心态来做的话，要赚钱难吗？不难。我们从来不骗人，在双方事业不骗人，所以这个事业不只是能够赚钱，你的钱呢？会不断延绵不断，所以为什么呢？要来做这个事业。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能够享用金钱。那怎么讲呢？享用金钱？难道别人做事业不能够享用金钱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因为事业让我们失去健康，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当初开始做事业的意义跟目的。听到我讲吗？如果我们因为事业而失去健康，我们就失去了当初我们开始做事业的目的。这句话非常的贴切。多少人在外面呢？当他们很辛苦在赚钱的时候，希望他们有健康，买健康，可是买不到。那我们双的事业，我们在做健康的行业，每一天我们在做健康的东西，我们在谈健康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更何况我们有灵智，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事业，我们能够一边赚钱一边享用我们的金钱，而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病了之后，我们才躺在一边享用金钱，那个不叫享用，那个叫浪费，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业绝对要来做事。好，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呢，非凡的意义值得投入。那么做双方事业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东西呢，都是在帮助人家。我们从来不需要让人家觉得痛苦，
来做我们的事，不需要。我们每天在帮助人家，帮助人家什么？得到健康，帮助人家得到，帮助人家什么？帮助人家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改变人生。就像我讲，当初有人家的引导，让我有了健康，我太太有了健康，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业，而改变我们的人生。所以啊，这个意义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的意义来的啊，非凡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事这个事业。如果一个事业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我想啊，在外面就找不到，双鹤已经飞了，双鹤已经有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认同的话，我们是不是今天能够做一个永远不会不后悔的决定？做双鹤。今天呢，我是变成一个。美丽的太太啊，当时是非常美丽的啊，她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比较美的小姐，非常有智慧的小姐啊，她也非常有福报。她呢，就是引我进入双鹤事业啊。她呢，在双鹤事业里面呢，跟我呢是一起同步在进行的啊。他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呢，都比我杰出很多，啊，这个是我要必须要接受的事实了哈。他很多时候比我杰出很多啊。然后呢，他除了非常有智慧呢，他也把我家管得很好，尤其是我三个可爱的孩子啊，他们呢的教育方面的东西，他都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其实啊，如果他不是嫁给我的话呢，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好，那么他肯定呢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想跟你们分享。那么大家以掌声来欢迎温丽玲小姐。Thank you. Good evening, our special guest from Taiwan. Leaders, diamonds, ladies and gentlemen.If you desire a life that envied by others in the future, today you must have the wisdom to do the things that others dislike doing. But these are the words that appeared many, many times in my notes in my early Shuanghou days as I listened to the diamonds sharing in meetings and in their tapes. Those are also some of the very words that have inspired me and accompanied me through many ups and downs in Shuanghou business. Making sure that we really hang on and make it to the end of the tunnel to enjoy the lights there. Look at this. So cool.